Basic， 所以慢慢要习惯开发人员这个 Visual Basic， 然后把它点开来。最好是你这边可以这样浮动啊，浮动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一边看你要做什么，一边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那我的习惯就这样，一边看一边写，所以很快就可以把对应的功能全部都写出来了。哪怕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一整天的事情，全部都把它写成一个按钮，哇，那感觉按下去啪，全部完成了，其实是还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可能要慢慢习惯，以后这个环境，如果有一些东西不见的话，你可能要找得到，比如说像哪一些，这个如果关掉的话，有没有不见怎么办？直接点模组，这边把它点两下又打开了 ，OK， 所以这个不见怎么办？没关系，点两下就打开了。那如果连这个也不见怎么办？如果连这个也不见怎么办？整个不见了 ，OK， 之前就有同学全部不见，他就怎么找？他想说把它关掉会不会重开就恢复呢？他要点下去哦，就觉得还是没有，他就觉得很悲剧哦。就想说是不是要重管了，其实不用嘛，检视里面有没有这个叫什么专案总管就好了，所以特别重要，如果你不小心关掉没有关系，那个东西叫专案总管，那上面的东西这边的话就是专案总管，下面的东西叫什么叫做属性视窗，那会盖住，所以你把它往下拉就可以了，或者属性视窗暂时用不到，你可以把它关掉没关系，属性视窗暂时不用，然后把这个打开，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大概就这样子，所以慢慢习惯这个环境，其实也不是很复杂。OK 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刚刚部分完成了。那接下来的话呢，你会发现执行哈，它这个里面的东西呢，就会是有没有把公式再帮你把它执行之后啊，丢到这里面来。但问题呢，我现在底下这个门号意思就不是公式哦，里面的话，我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确切里面的东西，就是最后就是显示在上面，不是显示一个公式，而是显示0911这个的电话号码。这地方该怎么做啊？其实呢，可以参考刚刚这个公式里面用 test， 那特别注意啊 ，test 实际上就是格式化，有没有 format test？ 但是呢，如果说我今天要在 VBA 撰写程式的话，意思是说呢，我要把这个公式转换成 VBA， 并且让它动态的输出哦。那接下来我来做一次给各位看哦。这个的话现在当然没有了哦。首先第一个，一样我们要写对应的一个程式的话，打一个 sub 哦。所以其实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sub 门号哦，把它复制啊。我其实复制最快就是选取了嘛，拖拉加 Ctrl 键，然后按一个 Enter。好，就会多一个门号，那这个门号呢，将来就对应什么？对应这个按钮，所以也就是将来按下这个按钮，它背后的程式就是执行这一段，明白吗？其实以后了假如你要产生一个按钮，你直觉就知道一定要产生一个 sub 就对了。OK， 其实还蛮简单的对应关系。再来的话呢，我们一样要写一段程式，这个程式的话跟这个蛮像的。所以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改了，这一段直接复制贴过来，只是说后面的东西就不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串公式哦，而是应该什么？应该是我输出的开头一定是09，所以这个观念跟之前在那个 Excel 里面那个公式很像，09 and 之前不是 and 对不对？可是 VBA 里面特别知道 and 前后要空白，这个比较麻烦。好 ，and 什么？and我应该是09，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储存格，所以我应该是什么把这个储存格的资料跟09串在一起，那这个储存格呢它的叙述方式应该怎么做？好，其实特别的一样，我是第 I 列，因为 I 会变嘛，等于是第一个是4，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什么直接把这一个物件有没有直接复制到这边来，那我习惯拖拉加 Ctrl 键，把这边改成什么？改成 F 就好了。09，明白吗？那个就是这个储存格11，所以你还没写完没关系，你先直接 run 一下执行，有没有发现91？为什么0不见了啊？因为全部都数字，所以它会数字的话没有0开头，所以把0去掉了。OK， 然后后面的话呢，再加一个什么？空一格 and 什么 ？and 一个减的符号 ，minus 这个减的符号。有没有打完？也可以，你当然不用全部打完，你可以一边打一边执行看看，剪出来。
那为什么减输出之后哈、零就出现？因为有减表示说它就不是一个数字，因为它有非数字的这个字元在里面，所以它就把零也给顺便输出，因为它是一个文字哦。OK， 所以刚刚它把它当数字，这个就当文字哦。好、哦，那接下来的话还什么串这个84，可是问题来了 ，end 哈、哦，所以空一个 end 什么呢？再加区，所以区这一栏这个是区，那、其实改的方法最简单就是哦，把这个复制到这里，这边改成什么？改成区就可以了，有没有？那把它执行。但问题哦，它没有变三码哎，怎么办？之前我们用 test 对不对哈、哦？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VBA 里面一样有类似 test 的这个函数，但是名称不同，因为。Excel 里面的函数、哦、跟 VBA 的函数是不共用的哦，也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函数。那 VBA 里面有多少个函数、哦、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很简单，在前面按空白、哦、打一个 VBA， 按个点就出现了。OK， 也就是说呢，点完之后、哦、它会帮你把所有 VBA 里面这个 VBA 物件里面、啊、所有的函数呢，通通都帮你列出来。那其中的话、哦格式化叫 format， 名称跟 test 不一样，但是功能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找到 format， 然后前括弧一下，有没有跟那个 test 一样？把资料给它，后面加什么？逗点，第二个参数，给什么呢？给双引号000，后括弧，哎，这样的话呢，就大功告成啊！特别注意哦，这个 VBA 点哈、哦，你不打也没关系，打也没关系。这个是可有可无的、哦、OK 哈、哦，那以后你可能有同学说，老师，那我 format 我不太会用哎，而且我不知道 VBA 里面到底有哪些函数的话，其实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技巧，请你在 format 上面按 F1， 游标停在 format 按 F1， 它会跳到那个官方的说明文件里面，并且会帮你跳到那个 VBA 的这个说明文件的位置，哦 ，OK。哎，不过旧版的话理论上会出现啦，不过新版好像越好像没有那么好，如果没有的话哈，也许你就是再搜寻一下，比如像那个 VBA 的 format 哈、哦，理论上哦，我印象中旧版哦，你按 F1 它会自动跳过来，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哦，没有你就把这个哦 Ctrl C， 然后直接什么再到这个它的官网上面搜寻一下也是 OK 啦，把它贴上搜寻一下 Enter。它理论上应该也会帮你哦，又找到了，不过它找到 DX， 这个应该是 Power BI 里面的东西哦，哎这边有，哦所以也许从这边也许找到相关参考，我发现新的版本它反而连接反而失败哦 ，OK， 记得、啊、按 F1 里面可以找一下 VBA 的相关参考，哦啊找到什么 Excel 里面的话就有相关概念啦，甚至是里面呢有哪些物件哦等等的。甚至有所谓的函数，其实函数就函数的，也是 function。那里面的话有哪一些 function 呢？你们可以稍微再稍微查阅一下了。OK， 这个我想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做一点功课哦。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完成，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哦 ，format 哦，外面其实八个 format， 然后后面的话第二个参数就是双引号000执行，有没有办法084？那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H 栏，所以 H 栏怎么做哦？其实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把这边有没有一直选取，有点类似之前我们在 Excel 公司把 and 哦，记得哦，这个空白可能要把它选到 and 这个减号，然后呢 format 把这个 G 改成 H 就好了，所以呢可以把它复制，再到这个后面贴上，把这个改成什么？改成 H。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把它执行给各位看。那你会发现哦，这个出现的结果哈、哦，就会全部完成，而且哈、哦，跟刚刚最大的差异什么？现在输出的是手机的号码，而不像刚刚是丢一个公式过来哦。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第二种做资料输出的方式哦。好了，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哈、哦。特别说应该可以记得起来吧？如果你假设细节哈一下子没办法记起来的话，你们其实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我们云端上面这边，我有把公式哈、哦、放在那个第一个单元里面的
这边吧，刚刚在这里 ，OK， 就是第几页呢？第十页地方，好，等于是云端白板里面的第十页，好了，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哦。